算什么？哎呀，外交上还有多少天呢？就要过年了，因为我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计划好。等你算到来呀，我们的年都过完了咯、啊、来听一下我们的朋友们说一说接下来的计划吧。没错，马上就要新年了，我们将跑遍大大小小的地方，并把很多丰富的奖金奖品送到你的手上啦。这个十二月呢，我们将分别到雪隆区、吉打、柔佛以及彭亨一带，留守八度空间获取更多的讯息。让我们一起放起来。